你不该觊觎他，火种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，特别是你，叛徒，我绝不会让火种落入军团的手里。 一起喝两杯，来喽！两碗寿面，趁这赶紧吃啊！小姐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要收摊了。改天吧，真是扫兴的很。老雷，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哟，你是不晓得呀，老熊他整天待在屋里头，也不想。 差点忘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给你介绍老熊的得意新作 MCI 通讯仪。有了它，追踪定位、实时对讲都不在话下，样子是故意做旧的，跟当年咱们小队用的款式一个样。等我，龙民请注意。 农民请注意，速到川味面馆为雷德文庆生。重复。别闹了，快吃面吧。哎，就是啊，老兄你低调点噻。打爆炸之后啊，一直不太平，又是消。怕什么？军团那帮铁狗，蹦都不了几天了。最近我干了票大的，哼，把铁狗的增压机系统给黑了。 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，别再折腾那堆废铁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。什么废铁啊！虽然我没法让整个装甲复原，但至少那个铁拳……你们小声点儿，最近风声那么紧。已经六年了，就算你修好了那个拳头，又能做什么呢？ 都过去了，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老兄，依我看，现在确实还没到时候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已经六年了，难道他要逃避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 老熊热死了，刚刚铁狗啊来面摊，把老熊抓走了。哎呀，这是老熊的东西，我给藏下来了。搞不懂你们老兵的东西，交给你啊，我就放心。这机器还能工作？
我看看能不能定位老兄。火箭还是飞行器？七号舱，请带回备案室。啊，老兄被抓到火炬塔了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是没听说过哪个农民能活着离开火炬塔的，这下啷个办嘛？我这就去火炬塔，把老兄。你真的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知道的，老兄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这个东西是老兄留给你的，他说你会用得上。旧城区，火炬塔在东北方向。来的兔崽子，在宵禁时间活动，抓住他！干嘛非得守着这破增压机？还不如我们充电。这是因为大妹熊黑了咱们的系统，现在全城的增压机都不让用了。那笨熊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再不让用，我就快没电了。那你就闭嘴，还能省。缺少地图数据，看来定位功能还没有。呼叫老熊，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。
巡逻的狗兵变多了，离火炬塔肯定不远了。哎妈呀，是雷哥！这小哎，熊叔被抓那事儿啊，已经传开了。你背着个这个大家伙，你小子消息还是这么灵通。我要去火炬塔，这条最快的路。明兔不说暗话，火炬塔外啊有个排风口，借风力上是最快的。这通讯仪是熊给的，标好了，我亲自抄录的地图，只送不卖。谢雷哥，这通讯仪的定位功能老熊没少问你吧？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熊叔的小秘密了。其实啊，铁狗的终端机也那啥，雷哥，要不你试试旁边。大力神，大力神！比起大力神，大力神，大力神！一瓶下肚，整夜精神，保你一口气能上火炬塔。
绝对禁区，禁止闯入。
黑乐中断机的家伙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老大怎么还让我们守在这儿？他们这是有组织犯罪，有组织那种啊！上次差点把变形钻都给偷走了。变形钻才能守住楼塔，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打听钻头的下落。长官，大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假药的哪敢藏什么军械呀？找军械我这儿有啊。捡回一条老命，这年头老王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嘘，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，组织之前派五师傅去铁狗那儿抢过。嗯，没错。哎呀，肯定被厉害的铁狗守着呢，你去找五师傅打听打听，他准知道。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就是五师傅他们的落脚点。谢了。五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，得亏你也来一瓶补补。你就
吴师傅，宝刀不老啊！原来是小雷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为变形钻来的，听说吴师傅知道的。原来如老兄被抓了，我必须要拿到变形钻才能上火炬塔。难怪了，你连当年的机甲铁拳都背起来了。嗯，组织曾劫过那钻头，最终失败而归。如今铁狗已远离是非多年。这招只是小技，铁拳毕竟是机械，想增强它，终究还是得借用军团的机械之力。磁盘，嗯，适才我也是听那铁狗所说，他们的区域。吴师傅，时间紧迫，等我先救了老熊再去拿磁盘吧。小雷，并非我小瞧你，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断无独自深入军团的可能。好吧，我这就去找极恶。方才我教你的蓄力重拳，除了制敌，还能砸开城区里。
区，不是毛球晃悠的地方。我小时候在这儿散步，没见过。我飞船。You
我回来了，吴叔。施以长技以制夷，用磁盘和这台。这一次，拿到更多磁盘，就能继续解锁机械之力。上回我们劫那变形钻废骨，铁狗们便把钻头安置在发电站的最深处。堪然，你有这铁拳助力，又习得了新的武艺，也许多谢武师傅教诲。右侧内务大暗门用跃升拳打开，可以通往发电站。万事小心。欢迎光临老钱的店，别小看这些货。老鼠的血呀，彼此信任。老话说得好，
多谢惠顾。欢迎光临老钱的店铺。多谢惠顾，欢迎光临老钱的店铺。多谢惠顾，欢迎光临老钱的店，只不过小店刚收。
见过这样的高手。城区的首领极恶居然被个兔子打散架了，修都没法修，直接拖去回收站了。咱们这停电会不会是那兔子？呸呸，别吓唬自个儿，极恶那几个弟兄不就仗着块儿大才在我们面前耍威风，其实都是些草包。要说真本事，那老大哪管咱们的死活呀。我听说了，那兔子背个大铁拳可不好惹，要是真到这儿来，咱俩肯定干不过。哼，你当发电站是什么地方？有军团最强的防卫兵器，再厉害也得揍趴下了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开阀门，都等着恢复。
可真刺耳，一定是。是吴师傅所说的机械怪了。
紧返回火炬塔。好嘛，还有佣民能钻到这犄角旮旯来。哎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怎么会被困在木桶里？你懂吗？这叫掩体。我说，我听到你在喊救命。胡说，我那是喊着玩的，看能不能把铁狗。那你哎，回来。既然被你发现了，这把万能钥匙。
借着这上升气流，看起来可以展开变形钻，直接飞上去。不知道这台机器，不知道这台。不知道这台机器会传送到什么地方。
欢迎光临老钱的店铺。只不过小店刚受控。好小子，打败既有如此实力，我有一事。吴师傅放心，我会。一切如今的雷德文，雷哥。
这火炬塔是铁狗的老巢，必须加倍小心。报告，冲击在熔岩洞已经取得了变形钻，正在接近火炬塔。多派守卫拦住他。